好，我从昨天就已经是这样子的，噔噔噔噔噔，这种妈离开老公有那么快吗？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台北有名夜市之一南机场夜市。在我们刚到台北的时候，就有粉丝朋友跟我们建议说一定要去某某夜市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到了南机场夜市。本来我们来之前呢是在西门町在那边歇息，后来呢我们就转到这个南机场夜市这边来。没想到一来这边人真的好多，人山人海的，密密麻麻的，行人们就是这样一边走一边看，一边找自己喜欢的美食。当然我们是初次来，初次来这边哪里好吃我们也不知道，当然我们看到喜欢吃的就会停留下来试试看。爱玉冰，我还没来到台湾之前我就知道爱玉冰，也就是我们贵州的野生冰粉。但是呢之前有网友说冰粉是要加石灰的，贵州的是不用的哦。这边的爱玉会放柠檬，之前有台湾的朋友跟我说放柠檬，我之前有做过爱玉，但是我没有放柠檬。爱玉也就是冰粉。再给我们一根西瓜好不好？一份多少钱？35。三十五怎么说啊？台语。35。三十五块。多谢你，感谢。好，你要鸡爪吗？我不要鸡爪，我想吃海带。没有在排队吧？没有。面筋来一个。面筋在哪里？在那个这里。不是。这个。Yes。面筋最好吃的。网友们呢也纷纷的给我们介绍了南机场的一些美食，一定要吃的美食。可是我们手上的东西也比较多，背包也比较重，所以我们选择就是看到想吃什么就选哪一间。海带多加一点，2块。好，你要吃海带吗？我要。你要？那我想吃2串。今晚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一摊选了这么多呢？其实就是看到想吃才会这样选择。那是甜不辣吧？甜不辣好吃吗？甜不辣就是，这应该是甜不辣吧？好吃吗？还可以了，我个人觉得还可以。是萝卜干吗？不是萝卜干，有点嚼劲，有嚼劲的那种。有嚼劲，略甜，对。略甜。我没有吃过甜不辣。鸡屁股我不要了。有鸡屁股，我刚吃。你不是想吃鸭血？哎，对呀、啊，那个是鸭血。那是鸭血，对。再来一份鸭血好吧？好啊。你要不要粉啊面？你想要不？我不想要。我不想要就别要了。这一摊看起来人也是蛮多的，而且都有在排队，应该我们不会踩雷吧？反正呢就是先这样选一下，我们俩想吃什么就点什么，就这样不乱点了一通。好夹吗？小心。这么大一块啊。对，这样是一块。吃鸭血就吃饱了。要个金针菇啊？好啊好啊，金针菇好多哟。对啊，没事了，等一下这个吃完那个吃不完我们就打包好了。好，可以吧？好，就这样子了。好的。在哪里？放在那边排队。哦，放在这边排队。对，放那里排队。好，谢谢。第一次。这就放下去吗？对。来，我们等着排队啦，因为那边有椅子可以坐。对，那边等着我们坐在那里吃。可以先去坐着了。嗯，行。可以加什么？可以全加甘草、梅粉、柠檬。加甘草吧。甘草就好。加甘草跟梅粉。发现了一家就是川味的，本来我以为是一个餐厅，可是没想到它是卤味来的。要什么？感觉又是藕，又是海带什么的。所以我们很多都有了。对啊。
看一下。哎，它有这一个辣椒，辣椒的这一种。你好，有木耳，要不我点藕片，点不一样的笋呢、啊？藕片，笋藕片。啊，你们能帮我夹吗？还是自己夹？还是？来，我帮你要。好，谢谢。那什么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们要藕片。藕片还要什么？藕片，然后木耳。木耳。然后有毛豆吗？没有。有啊，还有这个豆腐啊，这个它最里面那个绿色的不知道是什么，从左边数过来第二个，这个龙须菜，龙须菜来一个吧，龙须菜，这个龙须菜，嗯，它龙须菜旁边的是什么，这个，嗯，海带啊，不用海带，哦，海带有了，那好，再要一个鸭脖子。鸭脖。对。我心里面想说，你是不是娶了四川的？啊哈哈。完蛋，不是安内的不？他是我的。还冒口水的。那像这样拌的也是他教你的吗？还是对，都是用的，对。此时我想象的这一个卤味就是又麻又辣的那种香辣，但是具体是什么味道呢？大家继续观看哦。嫁过来20几年了吧？那么久？对。然后在大陆20几年，刚好一半一半。哦。一半一半。车上的那个香水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用香水。那为什么有这么香？是车保养成这个味道。啊，是哦，可以这样吗？不清楚。啊，今天再闻不出来。是啊。对啊。很香呢。有香啊。有啊，很香啊。好，那就继续闻吧。太好笑了。那我是想说，这种香水味要去哪里买？对啊，我没有用香水。哦，也有可能是上一个乘客喷的香喷喷的，也有可能是你的车去保养的时候香喷喷的，把我烤倒了。哎，你们是哪里来的？呆妞啊，可是现在不是没有开放吗？呆妞来，是从大陆嫁过来的，真的住在高雄。刚刚我们应该骗他一下，骗不倒我的。你们住高雄？我住高雄，我住台中。啊，你们姐妹套约在台北会合？对，我们台北玩一下。好玩，今天玩。我们第一次来台北。对。你在台湾几年了？第一次一个人来台北。对，以前都是跟老公一起。这次老公不跟了。这次老公不跟。这一次把老公放家里面。对，然后不跟，我们俩就迷路了。真的？台北会迷路？对，我们一出台北车站。台北车站很好找的。台北车站里面，因为你是台北人。特别难走。它的指标不是都很清楚吗？不清楚，我们走着那指标就不见了。就不见了。就是比如说淡水信义线，走着走着它就变成缩写 R， 我就不明白。我们的 R 是什么？ R 就是淡水信义线啊。对。走着走着它就变成缩写了。对。哎呦，可能我是老台北，所以就没有感觉。没感觉。因为像香港哈，他们的地铁会写一个就是哪里到哪里的一个中子线，就是假如说台北和台中或者是北中或这样子简写，然后台湾就是简写一个字母，最后变成一个字母。是。还有一个就是有那个捷运站或者是，哎，地铁是捷运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有捷运站的时候。然后很，假如说1公里左右，它不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标志。嗯。然后你比如说像日本、香港，
大路，它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标志，远远的就可以看得到。那、我们就一直找，然后谷歌导航也找不到，就不知道那个是捷运站。对，你们来第几天了？第一天。第一天。那你们打算玩几天啊？我们明天就回去了。这么快？对，来匆匆去匆匆。对，来体验的。我们是做 YouTuber 的。如果真的阿哥如果可以给关注我们，可以啊，可以。然后一个叫Anissa， 英文的 Anissa， 莎莎爱生活，莎莎爱生活。啊，还有一个贵州 Anissa 啊 ，Anissa 怎么拼 ？A L I S。啊 ，Anissa OK。啊，爱生活，爱生活。我是贵州幺妹。什么叫贵州？凹妹，你们要打贵州凹妹，那个注音，注音的凹字，注音的凹。凹妹。嗯。这个阿丽莎爱生活。嗯，没有，他们那个注音就是大陆的腰字，没有老腰，腰腰是没有连起来，凹是有连起来。啊，对，然后你们注音就是那注音那个是一个绞丝旁那样子的，对，然后读凹，发音发凹。怎么样？又这么做的好不好啊？还不够好了，还不够好，需要你来支持。我在打广告了，多谢干霞丽。上 YouTube 搜索 Anissa 爱生活，然后呢搜索贵州幺妹就跑出来了。然后点进去点订阅，打开小铃铛。逗你啊？不会，真的，我肯定要帮你加。谢谢了，因为就是我们会来这边会迷路，就是这个标志不一样嘛，所以就感觉萌萌的。后来看懂了，也觉得说还好。台北你们排两天一夜根本就玩不到东西。对啊。嗯。下次再来。台北很大的。对啊。这次过来比较匆忙。是。下次再来多玩一会儿。是。我们好像快到了。过。过了吗？是，没啊，对啊，我看到那里 HM 是西门町嘛，还在前面。对，看口接口。哦，你有去过大陆吗？有啊。是哦。好多地方哦。是哦，以前有很多台湾的朋友，然后会去内地旅游，那些地方我都没有去过。可是我都没在内地耶，我都在那个沿海。哦，沿海哦。对啊，我除了福建没去过，每一个省都去过。哦，是哦。嗯，这里吧，你这里。对，我看一下，对对对。好。好，你在这里就可以停了吗？龟科。这里可以停吗？这里是可以。哦。OK。哇，真的好香哦！我没想到有这么香，因为刚才戴口罩的时候我闻不到。这个鱿鱼看起来好好吃。哇！这个才是最爱，然后这个是台味，这个是川味，哦，我们还有餐后水果，我们开始吃咯。好开心，准备开始吃，是已经很饿了好不好？好饿了。分享出门前的喜悦，我俩私房悄悄话，是啥感觉你知道吗？坤哥说，好，我从昨天就已经是这样子的，噔噔噔噔噔，这种你知道吗？那坤哥怎么说？然后我坐着吃东西，然后抱着手机，然后在整理行李，然后都很快乐。然后坤哥就坐在那里，噔，有那么快乐吗？离开老公有那么快乐？然后离开老公有那么快乐吗？我看你从早上。就已经快乐到晚上，到今天早上一直哼歌。我说那肯定快乐了，因为在台湾找到了朋友，然后呢又可以这样约出去玩，就找回以前在广州那种感觉嘛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也觉得。嗯，其实我觉得我们之所以可以走得这么近，主要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你跟我妈是贵州的，我就觉得你很亲，就很亲近。对，所以我就第一次是我先找你，然后约出来之后我们再续缘，就见了很多次。啊、
你们第一次见面也就是彼此之间的感觉也蛮好的。对对对，就是聊得聊得来。最最主要的起因呢，就是因为贵州幺妹有贵州，然后我就觉得好亲切啊，因为我妈妈也是贵州人。这个炸辣不错吃，那太辣了。那那个太辣了，不过直接更吃一吃。没有，我觉得台湾的辣椒怎么那么辣？他是没做好，他这个没做好。脖子做好了真的很好吃，就是甜不辣。对，你第一次吃甜不辣？第一次。是哦。嗯。上次你不是有一个影片，嗯，然后是说吃甜不辣吗？嗯。对啊。对啊，所以你没吃过。没有，然后我一直想甜不辣是什么。甜不辣是什么。我第一次听到甜不辣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名字就很奇葩，甜不辣到底是甜还是辣，还是不辣还是甜？嗯，所以它是甜也不辣。嗯，它确实是甜不辣。是啊。对。对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取个名字像那样，我感觉它像巴巴。像巴巴，对对对。我们贵州说的巴巴不是那个哈，你们不要误会啊。是爸爸。嗯。它这个只有辣，没有咸，没有其他香味。对，干辣。对，我不喜欢这种。我也不喜欢。差评这个。差评。不正宗。其实花生还是蛮香的，它的花生蛮香。哪有花生？嗯。有花生吗？有、嗯，这里，这里。啊，看到了。它花生很香。然后其他的就是只有辣，没有香，没有其他味。辣到耳朵，你能不辣吗？从嘴巴里面辣辣的，辣到耳朵心，那个耳朵里面那个耳根子都痛了。最讨厌这种辣。我也是。所以证明台湾人，因为我们还能吃辣。有，那这个青椒是，我吃了两个。辣，吃个吧。嗯，那辣也好吃。对啊，超好吃。有点甜，嗯，是吧？对，然后又软软的。嗯。这个芭乐是我老公的最爱，甘草芭乐。真的、啊。嗯。我也喜欢吃芭乐，但是你有签子吗？不用了，手抓。好吃哈。嗯，好吃。嗯。这个不会很硬啊，嗯，哎，我觉得真的蛮好吃的，很甜，它加了糖，对不对？加了梅粉跟干粉。哦，这样子啊，嗯，好甜嘞，嗯，我们的影片播出来是，我这边有你的侧面，你这边有我的侧面，好好笑，嗯。这有豆腐。我还没吃，给你先尝尝好不好吃啊？嗯，我尝尝好不好吃。我把鱿鱼吃了吧。好，这个鱿鱼。好吃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哎，他们台湾人为什么干杯喜欢这样？喜欢哪样？放上，往上吗？没有，就是不管吃什么，哦、oh. ，就会这样干杯一下。我们不是用酒来干杯吗？奇怪，就是不能喝酒，用这个，用这个来代替一下。嗯，台湾的炭烤啊，它都会加点糖，是，嗯，要甜甜的。嗯，咱们加点糖，我们叫的是中辣哦，也不辣，反正甜甜的。对。这容易肥啊，对，那女生还是要少吃点糖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爸爸会不会？等一下，你爸爸会不会又给你打电话？不知道啊，爸爸要我注意一点。我朋友也发消息给我，我昨天就有朋友发消息给我，然后他说是裴阿姨。然后没你了，对，他陪阿姨，他问我这台中有没有飞机，陪阿姨没有啊，
然后他问我说台中今天有没有很多飞机，我说为什么有很多飞机，他说裴阿姨要去啊，我陪阿姨来就来嘛，为什么要开飞机开那么多飞机，我说那不是开一架飞机就好了吗？然后我跟他兜圈子，他说哦，哎呀不知道，反正我觉得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，不太明白。飞机那么大到底来没来我都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明天就应该上新闻就知道了。 就是我们那边的新闻说不会来，嗯，来了就嗯，来了就 biu biu， 嗯，然后这边说来了，嗯，那到底来没来？明天就知道了，请看十点。嗯，对，好像等下十点应该有新闻播。对，那我们就躲在这里呢。哪里有防空避难场所、啊？地下道，地下道。台北也，台北汽车站那里，我们今天绕不出来那个地方。这不有捷运地下道吗？我们今天绕不出来的那个地方叫什么？台北车站。台北车站那都是防空避难场所吗？对，好可怕。我们那里绕都绕不出来，应该可以吧？我觉得那里可以，可以可以。觉得确实是这种来个啤酒很好，是吗？啤酒太肥了，知道吗？是啊，对啊，所以。你喜欢吃吗？在家里喜欢喝一点。嗯，我喜欢买那个菠萝啤，嗯，就是那一种。哎，今天我要是买菠萝啤是不是你也会买？嗯，打算去买一个了，我不准你吃，我喝一罐就会很脸红，脸红哈。嗯，我不喜欢这个指甲它没剁掉，看起来，哎对啊，它这边都不剁，对啊，巫婆。你们看这个卤味的指甲，它没有剁掉，真的很像那种巫婆的手。对啊对啊，我们那边的指甲都会剁掉。巫婆你好。我的嘴巴辣肿了，嘟嘟嘴，笑死。哦对了，忘记跟大家说我们为什么没有在夜市里面吃完再回来，是因为没有位置，不知道怎么吃，难道我们要站在街边吃吗？对，所以我们就拿回来，饭店里面吃。可以了吗？我们泡脚了，好舒服。对呀、啊，感觉好像酸痛都没有了。对，泡脚泡脚。这是我在台湾第一次来洗脚啊。我们说洗脚，洗脚，洗脚，差不多。对对对对，那镭射乳液碰到，哎，这样 OK 吗？你们会冷吗？不会。你要不要看电视？不要。30哈。嗯。嗯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定时。30分钟。他们会。30分钟计时器，他们会，他们会定时。不能偷时间哦。我知道秘诀在这里。这个是不是老板给你们设定的？说不能偷。没有，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有一个计时器。啊，这样啊。对，帮个人按多少时间。哎，这个跟大陆不一样哎，大陆是那边挂一个时间。你们这个会响吗？会啊。啊，它会就是。没电了，不会叫了。哦，不会叫。你放在你旁边，你看就好。啊、哦哎，没有，我在拍拍了一个。30分钟没得偷的。哈哈哈！那你能不能多按一秒钟？逗你的、啊。你怎么知道大陆那边好不是这样？我是大陆，我是大，我是大牛来。哪一省的？贵哪一省？贵州。贵州啊！贵州啊！贵州那边。真的哦。真的，湖南的，哦，像妹子啊，对，那个、对啊，我们是南方的，对，湖南美的，哦，是，北方也漂亮的，好吧？辽宁，对，他辽宁，你们都长得很高呢，对，对，很壮，都长得很高，还好啊，还好，我认识的辽宁都没有很壮，哎，你湖南啊，就是湖南人啊，湖南女生最漂亮。对的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你们过来多久了？才半年，半年了，才半年，才半年而已啊！我也才半年。
的吗？哎呀，我在高雄。叫过来的，你呢？我是叫我在台中。台中，哎、嗯，我都想不明白，我连我一样。高雄、台中都不错。实在是眼口不恰，又嫁到台湾了。缘分，现在没人来的了。有还是有啊？我们俩对，像我在啊，是哦，都讲国语。哦，哦，对对对。哎，你要学会台语啊，怕国语是哈。哦，台语呀，啊，不然我们两个怎么聊天？你说，那你说国语好了。他儿子就说，来个人家现在都在讲国语，哦，对，都在讲台语，干你娘不是台语吗？哎，花莲那边的他们也不大会讲台语，讲的稀巴烂。是哈。花莲那边的人呢，有很少会讲台语啊，都讲的抠那个卡卡的。哦，可能口音不一样吧。像我家阿嬷，她就讲，讲客家话加国语。啊、对、啊、客家话。哦。会国语就好。哦。台语会不会都没关系了。对。但是呢，在台南那边不一样哦。哦。老一辈的不会国语哦。哦。对。老一辈不会国语。哦。讲国语他都听不懂。哦。哦。那个老一辈的都死掉了。哦是哦，哦你嫁过来多少年了？我住的那个，就是这个后面呢，西门町啊。我婆婆在三重啊。哦。哦。哦。这个姐姐有没有嫁过来？有没有十年？我没有，还没有。哦。习惯吗？过来。我是习惯，因为我那个小时候随爸爸，就是说做酒店的时候都在海南啊。哦。在海南做了十几年，海南的。这边对对对对对对，三亚的天气会跟台南一样哦，很热哦。你们那边的天气跟这边一样吗？不一样，我老家的天气是湿冷，吃不习惯。这个米，我特别不喜欢吃那个米，吃完胃里不舒服，吃面。啊，是哦，我们因为你北方的，我们那边跟台湾的一样。跟台湾一样，对对，是哈，因为你从小就吃面食啊，吃面吃米饭也吃，但是我们那个米不一样，东北米，对，东北的米会比较糯，比较柔。哦，对对，珍珠米，对呀，对 ，Q Q 的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好吃哦，比较香。对，现在东北有一个米卖的很贵嘞，要预约嘞，但是我忘记是什么米。哦，对对，午餐很好吃。哦，那个很好吃，然后卖。煮的米稀饭粥出来，就像上面一层油似的。嗯，对，那个要预定的。五常大米是怎么样的？就是珍珠米，但是它比较油，然后但是又比较亮的那种。绿色生态的啦，没一点点化肥都没有啊。然后就是比较香，比较 Q。我真的不知道什么米。回去大陆回来带两斤回来给你带得过来吗？带得过来吗？来，因为农产品不行，不行，为什么？米呀，你是农产品呀，农产品什么的，农产品肉啊都不行，水果到时要罚款了。这边带过去可以吗？哎呀，也不行，好一点，尤其那个猪肉不能带，有猪肉花了很重呢，一百万呢，对。还是回去，都没事，可以回去搞公休，一周公休一天，对对对。在大陆哪有啊？你说春节七天，对，三十四。平时假日，平时假日巴不得，对，巴不得赶紧的捞客，现在休息没有？我一周要休一天，对，要休的，尤其是有时候周六周日找不到吃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些做传统店的，你又喜欢吃，啊，周六周日不开门，我要去哪里吃？对啊。今晚我和莎莎聊天到凌晨两点多，隔天工作完，莎莎改自由坐，马上出发南下，来一个回台中的特写吧，摄影师莎莎帮我拍。安静的高铁上，我们就这样一路欣赏着一路的美景。夕阳西下，日落。
窗户外面的美景，我们都纷纷拿起手机拍摄记录这美好时光。很快我就要到达台中咯，很开心这一趟旅行，我们有很多话聊，我们的悄悄话也说的很多，希望下一次我们俩再次相约吧。好啦，我这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